也不用，被你勾引了。顾真真，你才是那个霸总小说看上头的傻瓜吧？这种奇幻设定放在小说里看看就好了，放在现实里你也行。不是，我是在帮你找回记忆，因为只有这样的话，一切才能够说通啊。否则你为什么突然对我那么好？是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一醒来就突然觉得很爱很爱你，我自己也解释不了。但是我确定这不是看了什么小说的影响，更像是一种本能反应。 总之，看见你开心我就开心，看见你不开心我就想哄你开心。我唯一确信和坚信的是，我的脑海里只有你，也全是你。我真的希望你说的那个就是我呀。从十一醒来到现在，我能感觉到，你可能没有那么爱我，但是我坚信，现在和未来的记忆里，你一定会爱上我。你真正爱的不是我，可是。 我就想看看，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些小说？大篇诅咒。所以，我就学了那上面霸总的追击方法。来尝尝，我专门从美国请来的米其林大厨为你做的，但是都失败了，你还生气了。 所以，你以后不许再看那些了，会被毒害的。你居然会为了我，顾真真去看霸总小说？怎么，我记错了？不是你说什么，很土很上头，霸道总裁爱上我吗？没，你没记错，是我，是我。